半个是不得离开鸟巢了。闭幕式嘛，这闭幕式意味着我们期待已久的四年一度的体育盛宴结束了。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它陪伴在我生活的左右啊。噔噔噔，这就是我怎么看短道速滑比赛的。这里是央视直播，这里是盟主的直播，因为盟主的眼睛就是吃的，这一班解说是不容错过的，我圈粉了。从第一天开始，整个这个奥运的那种氛围和精神都是贯穿了我的全身，所以我现在还是很舍不得。其实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北京成为了双奥之城，自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。因为2008年一来见证了北京的发展，也自己和这个城市共成长。只想说两个字，谢谢。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事情呢？开幕式演员们大家庭的排练阶段，留学生在过生日，然后我们身边的有一个同学也知道这个消息，叫上我们一起跑过来跟他唱生日歌。然后我们刚开始唱第一句话的时候，就旁边坐的北京体育大学的演员也开始在跟我们一起唱了。然后一瞬间，鸟巢的文化中心里的几十多个人开始一起唱生日歌，我觉得特别暖心。I had an amazing time and it was so great, and the entire thing was organized so amazingly, so I just feel a lot of excitement right now. 特别特别好看的，能邀请世界各地的人民来都非常高兴。希望北京以后继续举办这种大型的活动，来增进就是世界对我们北京的了解。我也是冰立方的志愿者，感谢一下我的父母支持我参加这一场冬奥会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哟。